那刚才是谁说误会我了，还着急解释？嗯，听错了。我要你再说一遍。本来就是你做错了，为什么瞒着我呀？明明知道我是误会了，你就是不肯说。那你呢？当着我的面喊别人的名字，你知道我有多？你有多什么？ 多行。你又不告诉我，我怎么能？是不是历经几次慌乱，才学会坦然面对失？ 怎么这么烫？胖苏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不要跟我开玩笑。胖苏，胖苏。